好，那现在这个芹菜叶的部分已经好了，那再来我们希望我们要做这个煎饼里面呢要有点口感，所以我们就用芹菜的茎的部分。茎的部分，对，哇，脆度，哦，这个脆度。垫子弄完用筷子。哇！很多汤上面都撒一些这些，很好。这个啊，这个提味是一个很好的贡丸汤，对。好，这边是差不多两大匙的面粉，面粉，然后把它放进来。嗯。然后这个是四颗蛋，你要放进去之前呢，先把它稍微先打一下，因为一旦蛋进到里面，跟这个面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不是那么好打匀。嗯嗯。好，然后现在好的时候把它淋进来。哇。很简单，然后就把它和一和。结合在一起，哇，很像饼皮，哇，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把胡椒放进来，胡椒，先加胡椒，胡椒盐呢，把它加一加，稍微煎起来会比较好吃。来，盐巴，盐巴，现在先调味，嗯，好，哇。然后再来就是芹菜叶，芹菜叶，对，哇，要把汁挤掉，先挤掉一点汁，把它放进来，然后芹菜，哦，直接和在这里，你这样颜色就有层次感了，有深绿跟浅绿，嗯，漂亮，那一样把它打匀，有没有？现在看起来里面，你闻一下这个，哎呦呦，蛋液的味道，厉害厉害，哇，好香啊，这样就很香，这个胡椒的味道很香，芹菜的香味，哦，有贡丸汤的味道。哎，你讲到贡丸汤，这样就对。贡丸汤的味道，这样子感觉你会觉得有点孤单。对，因为呢，你刚刚说贡丸汤如果没有芹菜，就只是普通的丸子汤，是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芹菜这个时候有贡丸在里面的话，那可能又不一样，哎呦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的做的这道菜的实在有一套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嗯，芹菜煎饼放贡丸，加贡丸，好特别哦。他们是双胞兄弟啊！我跟你讲了，有贡丸之后，芹菜它就变得孤单了。好，把它倒进来。对对对。哇哇哇哇！哇，整个香味都起来了。嗯。才放下锅，那个芹菜的香味就已经都跑出来了。这是五皮，加起来有，真的啊！你没有闻到吗？真的啊，真的有闻到。应该吃不到吧？天哪！我也还没闻到哎，有吗？最起码有参与是好事，有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把片的部分，有没有？先把它放进来，因为贡丸本来就是熟的，所以你要放多少贡丸，你喜欢你就放。不是，变。对呀，就这份啊。潘博士，你变喽。盖起来。然后这样大概。煎了大概两分钟到三分钟，因为它很薄很快，然后就可以翻面。翻面，翻完面稍微再煎一下，把贡丸的香气煎出来就好了。好，哦，稍微等一下，三分钟。三分钟到了，三分钟到了。哦，你看它整个都结棍了。哦，漂亮。那你现在可以直接翻，你可以直接翻。可是有时候难度有的话，可以拿一个盘子，哎，对对对，把它放进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翻过来。哇！再把它滑下来。滑下来之后，你可以把它火打开，没关系，因为这时候就是要煎贡丸，让它煎脆香。你可以闻一下这个芹菜味道，哦，这是有香哦，香哦，香香，哦，怎么有那么好？烤法国吐司那种味道，就是蛋的味道跟贡丸的味道都有。怎么那么 Q 嫩？哇，起锅了，起锅了哇！哇，弹跳的贡丸呐！弹跳的贡丸，哇，生日快乐！披萨，有点像，哇。老师好可怜哦！没关系，我回家自己做。好漂亮哦！好特别吃法，第一次这样哎。我们把它翻过来了，这样大家看得比较清楚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哪里缺贡丸还可以补一下。对，再配贡丸汤。哦，那如果说你觉得味道不够，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撒一点白胡椒，胡椒好吃。贡丸汤加点白胡椒，味道比较对。汤吃变干。现在我讲，你闻看贡丸汤。贡丸汤，哎，借一下，借一下。贡丸汤，哦哟，哇塞，好香哦！来试试看我们今天的芹菜煎饼。哇！来试试看。第一次吃到芹菜贡丸跟披萨，真的。从未吃过这种东西。嗯嗯嗯，哎呦，哇，
哦，芹菜哦，贡丸真的好香、哦。怎么了？兴奋？好香！哎、欸，我都听到它好结合、哦，喳喳喳的声音，脆脆的声音，每个香味都留着，都有。对，哦，你有必要讲的吃的这么大声？你有闻到吗？你有闻到吗？你有必要吃的这么大声吗？你不是有闻到吗？有，很香很香，好香哦。而且那个脆的感觉，蛋加了面粉进去，煎起来的时候，口感跟贡丸的丸子一样，对，是有弹性。而且我发现那个芹菜的味道都不会这么重，像小朋友怕味道的话，很好，可以煎蛋饼给他们吃。对你加了蛋之后啊，芹菜味道稍微加一点点香，贡丸的味道反而香，弹性还多吃，多点芹菜对牙齿好啊，真的。它那个芹菜的那个嚼劲在里面很多，那个还在啊，对，这个还有。我相信酱这么简单的烹调方法，大家都有帮忙。我今天学到好多，请大家两位，我是金哥，好棒，厉害。三位都是牙齿的达人，好，尽量帮我们节目再出去跟大家讲牙齿的重要性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三位了，今天谢谢。那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食道健康，让我们教你如何吃出好健康。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健康养生却不知从何下手吗？等一下，因为其实有很好的疗效的，护理养生食物，对，我的胃不好，难怪你会很痛，花个5分钟，然后你的宿便就会排掉，哇，太棒了！想慢慢的让你的胸部往右边移动，有没有觉得腰部整圈都被蠕动到？有变异了，我现在可以去上厕所了。想学会美味料理，却让你伤透脑筋吗？那香味呢？对，超市春菜有。